虽然打雪仗比不过布罗尼亚和重装小兔，但我可是很擅长堆雪人的。小格蕾修，你又在看星空吗？是的，威尔威姐姐。那么你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星星，好多好多的星星，亮闪闪像眼睛，我想把它们画下来，可是无论怎么画我都觉得不对。哦，为什么？因为我看不清楚，星星们住在黑黑的夜里，好远好调皮，每次当我想要动笔的时候，他们却躲起来了。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会飞就好了，那样就能来到星星之间，看看他们的模样。那并不难。哼，梅比乌斯奶奶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们和星星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而是时间。总有一天，我们会前往群星之间，倾听他们的声音。是呀，在人类的智慧面前，最渺小的星星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唯一能阻碍我们的只有时间。那我以后是不是也能飞上天空，和星星做朋友？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想的话。威尔威姐姐，为什么这么说？我当然想呀。可是小格蕾修，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登上了星星，却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你会觉得失望吗？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故事里说上面有石头有灰尘，而且还有我自己呀，对不对？还有说不定星星上面也有人居住呢。外部信号検出、捕捉しました。外部信号検出、捕捉しました。マービン、メッセージだよ。不小心按的关机键了，没关系。再启动一次就好了。检测到外部信号，已捕捉。又是通讯信号。是否需要播放讯息？嗯，播放讯息。正在解译并转换语言。转换完毕。那么，有请本世纪最声情并茂的播音大师维尔威来为您播报。救命！救救我们！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救命！救救我们！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完整又清晰的表达，这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实现。能锁定讯息来源的坐标吗？正在测量，定位成功。经扫描得出，讯息的源头位于一颗距离方舟约108000公里的星体。该星体表面有大量植被覆盖，同时也富含水源，初步判断具备生命生存条件。另外，如欲前往该星体，方舟的航行时间约为2小时。明白了，谢谢你，疑难解答系统。不用谢，驾驶员。看上去，这颗星球正好在我们的航道之上呢。马文，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前往那颗星球。
洛可就在前面，你去找他吧，我们先回村子里去了。嗯，谢谢你们。发送发送发送，已经是第35次了。哦，35次了，好厉害。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继续发送，直到我们能探测到的所有星球都收到为止。你看，还剩下200多个点位没有发送呢。嗯，像是在给星球群发消息一样。好比喻，这都要感谢吉罗先生，他改造的入侵者发信器比之前的功率大了很多，才能做到这一点。哦，但是好像没什么效果呢。要不要尝试把内容写得具体一些？救救我们，我们在格林星。格林是这样写吗？哎，不管了，收到信息的人找信号源应该能找到这里吧。这个信号强度至少在行星尺度范围内是可以收到的，不过对于更远的星球，想让信号经过衰减之后还能溯源，可能需要恒星级别的发射强度呢。你的建议很好，只是这不是技术所限吗？那还是在语言上下文章吧。我想想啊，这里到处都是入侵者，我们自己无法战胜，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好，然后发送。稍等一下，最后一个字好像打错了，没关系吗？哦，确实，我都没注意到。这位同胞挺热心啊，虽然你的声音很陌生，不过要不要加入我一起反抗入侵者？等等，你是谁？村子里从没有见过你。还有，比起长度，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用更简单的通用语或者符号？
或者有规律的重复多次发送。这么长的信息接收到的时候，比起一片白云会更像是混杂了多种颜色的墨黑湖水，可能会被判定为杂音吧。虽然有点难懂，但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可惜已经发出去了，下一封信再说吧。不对不对，比起这个你是谁啊？怎么突然站到我后面了？你可以叫我格蕾修。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聊了很久吗？一点也不突然吧。格蕾修，原来如此。不对，我想问的不是名字，而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没见过你。因为我是刚刚才到这里的，你可以叫我星际旅行家。刚刚才到这里，村子里居然会来客人，还真是少见。等等，星际旅行家，难道你……我是从星际外过来的哦。真的？当然是真的。你是陆可对吧？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发信息呢？反抗入侵者又是什么？听起来好像都很有意思，可以说明一下吗？真的？你对这个感兴趣？糟了，那些家伙又来了。
Thank you.
Bye.
赢了吧？是的，你们赢了。雅达的坐标就在雕像里。这个雕像做工好精细啊，在阳光下能够看到繁复流畅的纹路反射着光芒，好漂亮。没想到在这些崩坏兽的世界已经诞生了这么美丽的艺术。这座雕像就是雅达大师的样子吗？没错，是他。说来有趣，我们一行的路上他经常一个人在晚上默默练剑。他说以后打赢了入侵者，他可就没时间这么练剑了，得好好把这一幕留下来。于是我就地取材，翻开旁边的泥土，给他做出了这件东西。当时看来很新鲜，雅达也很喜欢，去哪里都带着。这座雕像上的人把长长的剑刃插在地面上，展现出了精妙的力度感。哦，这样放在眼前，确实能够想象得出一位剑术高超的大师。虽然我觉得色彩的运用上还可以更大胆些，不过艺术品里融入那时那刻的感情与经历的意义远大于在技法上追求真正的完美。大师的战前英姿，叫这个名字怎么样呢？我倒是可没给他取过名字，你喜欢的话就这么叫吧。嗯，我确实很喜欢。我们失败之后，他在这里隐居修炼许久，却遭遇了瓶颈，于是他离开了这个星球，去寻找更能历练自己的地方。离开之前，他将自己的坐标定位器装载在了这座雕像里，等到有需要时，我就可以通过它来找到雅达。等等，这么说的话，塔梅女士不会也是传说中的勇者之一吧？传说？原来还有人传唱我们当年那不值一提的失败经历，真是稀奇。巧匠的奇械冲破了入侵者的防线，刚刚的一战的确描绘出了和传说中一样的色彩。说不上那么厉害，只是一些小玩具而已。好了，雕像已经给了你们，我也要走了。诶，你难道不和我们一起去找雅达大师吗？等我们学会了大师的剑术，可以重新组建反抗军，战胜入侵者。战胜入侵者？你们不会在开玩笑吧？我们是认真的。那我劝你们别做梦了。诶，为什么？传说中你们不是已经打败过一次入侵者，为什么现在说这些丧气话？打败？现实可与故事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那些家伙都是从天上来的吧。我们当时击败的根本只是他们派遣而来的部队之一，我们虽然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但没过多久他们又再度来袭。因为发现了我们会反抗，反而派来了更多的部队，对我们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更让人绝望的是，我们发现那些入侵者只是被制造出来的战争机器，真正操控他们的人根本没有出现。所以想要彻底驱逐入侵者，就要找到并摧毁他们的总部。说的倒简单，我们连入侵者的总部在哪都不清楚。你们直接去找雅达吧，别带上我，有时候做出反抗反而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潘美女士，真的不加入我们吗？嗯，如果你真的放弃了反抗，就不会在我们被困住的时候出手了吧？我只是看不惯这些人在我老友的住所折腾罢了。不，刚才的你全身都充满了漂亮的红宝石的色彩，仿佛在说，如果有机会，我还要再回到那个时候，痛击那些该死的敌人。哪怕这样，你也要说自己再也没有勇气了吗？小姑娘，在别人缅怀过去的时候，默不作声地在一旁观察他的神态，这个习惯可不好。过往的回忆与当下的现实交织的刹那，总能捕捉到最适合放入画面的场景，因为它往往以预示未来可能性的方式，沟通了过去、现在与未来，那个你所希望到达的未来。对呀，帕梅女士，如果你真的不希望继续反抗，也不会将雕像交给我们了吧？这次你们不再是孤独奋战，格蕾修是从星空中来的旅行家，他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工具，能做到我们不敢想的事情。嗯，方舟上的雷达很灵敏，给我一点时间，
应该能定位到那些入侵者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帕梅女士能加入我们，一起去寻找雅达大师，她能教导我们剑术，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盟友之一。哼，你们啊，倒是有几分当年我们的影子。行吧，拿你们这些孩子没办法。雅达那个老家伙选择的星球可是真的危机四伏，没有我在场，你们可不行。这就对了嘛，前辈。那我们先回到方舟上，来看看这个雕像的坐标究竟在哪儿吧。
Thank you.